好，可以看到有很多新任的参议员跟众议员准备要来上任了。不过再来看到有没有可能踏进政坛的，就是相当知名的奥斯卡女演员安吉丽娜·裘丽。这一回接受《浮华》杂志的访问时候，她坦诚说，表示对于担任公职，她抱持着开放的态度。先前从2001年开始，他就投身国际人道救助还有慈善的活动，而他也知道自己身为知名人士，不只是甘于待在影坛当中。登上最新的《浮华》杂志封面，他说：“假设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或者是改变所处的环境的话，就必须要负起更大的责任。”言下之意呢，似乎是表示不排除会有踏入政坛的可能性。而再来看到出。